买到了，比我预想的还再高一点了。我总共买了，好，不含税，啊，税就另外再算这样而已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柯B。山不在高，有神车则灵。神车就是后面这台，你看这样，你拍过去。我看，你看这样，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三凤三嘛，301、302、303，不是。那个不够看。哎，对，来看这边好了。Toyota， 我的头又大又粗。Corolla 的，我靠！现在阿提斯出到12代，我说这个是一代，我也不晓得几代。我不晓得。对。因为我记得阿提斯第一代不是2005年的吗？这台车几年？1977，马力是1166。它颜色最厉害，我刚刚看到的颜色白白白，为什么？白的啊，白是白的，为什么白白白？帅吧？太帅了吧！1977，真的比我们都大。对啊，可是它已经算有整理了，我好好修样子嘞，好，你看。刚车主包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打屁屁，好，今咱的吊车、混电膜都修理啊。啊，我看看起来这应该是应该拢爆过啊，这故障 KKM 新鲜，人气好的哦。说实在的啦，这个已经不在意有没有撞了。他说他都没有撞过，他没有，可是不代表别人有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还再看一下，这个是一定从国外进来的，来到台湾有一个接手，他算第二个了。如果是认真算起来，算他自己是第三手。看个东西，才刚刚从建起来那样。涂了又涂，涂了再涂，都比较厚一点。他车身没有号码，以前有号码，差不多换以前可以换车身。你看以前都是后视镜都在这里，对，很帅哈。哇，这个是内压式往上压的，那没有框的，你看内装很漂亮，内装很漂亮哦，配这种颜色都真碎的哈。那时候如果他真的没有 mark， 我还真的不是猜不出来那什么车了，手拍的，这应该搞不好四速而已。当时细手啊，你啊吼，细手。对哦，你看，哈哈，我刚才我都要丢。大哥解释哦，这钥匙是全部都是可以开的，没有丢掉过。对，啊，它的像是以前的，你看哦，它这也是用转的。哇，帕古月。哇塞，前辈。就水了呢。水吼，你看，直接过咱家己的名好啊。厉害。都无熬，无熬过。伊就四十几年拢带车库。你看啊，虽然长啊，拄啊车。七娘半老，伊风韵犹存。前后半马拢原来拢无弄掉。蝴蝶窗一下，哇啊，往外推，开了，蝴蝶开了，帅吧？四十几年前啊，做蝴蝶窗啊嘞。主要它内装真的就是。对啊，就够啊。很配。这台车哈。这台车，对啊。啊，我见过啊，这其实都之前应该都是我处理过了，这个防锈应该都做得蛮彻底的。我这种 OK， 回去要继续开，不能放，你放就烂掉了。对，它的后灯都没力，就是有些生锈这边。对啊，一点点都对，对啊，四十几岁了，40几岁都长鱼尾纹了，它能不有一点点？我轮胎也换新的啦。哦，轮胎新的，你看，动回来嘛，弄完。那你应该开得回去的，可以了。我就慢慢开而已。哎，那个椅子你搬，都正常，都正常。这冷气应该是吧？来。对啦，古时候冷气都是坏掉。好，可以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比那个 K6、K8 还有暴风。这种爱卡设计的。啊，它这个啊，这个有些不见了，对吗？冷气对加车。哇！哎，有冷哎，有冷了。你才推冷，这两段的吗？这边也可以切吧？好，这边没有作用。哦，这是扣架的呀。这边对，这边的，这边控制，那只是外挂挂出来。哇，直接看到里面的。对啊，天棚很干净，没有掉下。我老放你家是放四十几年，没有掉下。对啊，所以一摸就爽的嘞。有很酸哎！看完了，这是1997年的，1977呀、啊，哦，1997，四十几岁啊！说实在的，它存在一些不完美也是很正常的。
你看你四十几岁，油的纹拢生出啊，小花生鲜完吼，最后的环节我要去敲一下介绍。啊，为什么要卖？因为他太多车了，他还有哆瑞咪耶，还有加嘎，还有什么的。哆瑞咪，宾士的一二三。多巴尼，不是多巴尼哦，对，我一定是多巴尼耶。啊，大哥很热情啊，对吧、啊？车子他还蛮多台的，就是本来想开咖啡厅，摆到门口也是蛮吸睛的。后来想一想，头发都白了，叫我去攀咖啡，跟他讲攀美瑞，类似这样。哦，这个买起来应该还蛮贵的，会不会比我的车还贵？我觉得应该蛮贵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尽量取到一个平衡点啦、啊。我们的角色就是尽量出低一点，可以买到一个好车。我刚刚直接跟他讲的，如果以买卖角度，这个车没有价值了。可是这真的是收藏啊，收藏就是没有什么上限下限的。里程数五万呢、欸，这个可能翻了好几圈了。真的还假的？五万还是五千呢？你看一下，这应该翻过。这个是那种马表型的，它会一直转啊。哎、欸，它十万一圈呢，那它应该翻过好几番了。好了。买到了，比我预想的还再高一点了。我总共买了265,000，好，不含税，啊，税就另外再算这样而已。对对对，是全台一台啊。对，全台一台而已。好，如果有的话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说你骗我，再骗五万、十万给我。好，现在去过户了，现在去过户了。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好像双重奏哎、欸，这古老哎、欸，可是我怎么感觉好像？蛮硬的，它是气太厚了。气太厚了，应该就像我刚讲像战车一样，一层涂一层这样，涂蛮多层。现在才是要表演真正的技术。怎样？开回去，开回去才是技术啊！我不是车主走掉，现在可以随便讲。我哪有随便讲？我就回去水应该要多，我们要再水路再巡一下。现在是后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有蓝趴、啊。它有蓝趴、啊，它后驱啊，你看直视的嘛，你看哇，这样过去，靠到后面驱动的。我是觉得应该开得回去啊，只是说要每个休息站可能休息一下，就喝个饮料再出发，这样慢慢开啦。因为我刚好问了一下它的温度表，就坏掉了。现在3:30，你回去还要遇到塞车哦。可能要8点，8点算快了吧？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为什么？第一，你看哦，它这风扇这一发动，它的好处就是。就跟以前的我很多双 B 一样，发动了没有？它引擎都开始转了，所以它已经在散热了，所以它在转了。好，只要水顾好，好不要什么喷掉什么之类，应该就原则上没什么问题了。嗯，啊，这老车刹车真的还蛮弱的，反正我等一下就应该就是最外线这样慢慢开啦。啊，轮胎要打气吗？等一下看到我加油站有打气，我们去打一下气。他有一次帮我们加满的，因为油表跟温度表他说已经不准了。他轮胎是新的，可是可能就是跑山地看不太出来。2017年算新的、哦，看起来是蛮深的，验车都可以过了，就是说年份比较久一点。哎、欸，啊，大灯会不会亮？会亮。喇叭是两个声音吗？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所以它才会同步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 B 就是不一样的声音，有没有？这种声音现在已经绝版了。还在动，要不要再听一下？啊，不能一直按，它会烧心啊。然后就出发喽。任务完成，回来了。我开一开，突然想到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应该不用担心啊。哎、欸，Toyota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是他牌或者是别牌，我怎么跟他讲啊？嗯，哎、欸，突然想想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哎、欸、，Toyota 的应该没有水箱，应该还是可以开吧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啊，没有啦，我想说前面应该开得回来的，最少没有漏啊。没有水箱，好，没有水箱，鬼也都打屁屁，皮带好像冲掉了。我刚好偷偷的打开看一下。因为我刚刚在休息站的时候，我就听到，哟，记得松掉了啊，松掉了。对，对，到时候再比一下的话，哎，两条拢修啊，较连起啦，所以到时候要再弄一下。所以我刚刚看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我刚刚调一调还是看不到，哎，这次还看得到。为什么我看不到？不晓得哎，我都这样侧身开这个车的时候，那看别爱困，你知道吗？头一直在叮当。今天收回来，过户也快完成了，一天结束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起铃铛哦。耶、yeah ，好好车再抱我一下，我再去牵回来。也去领、yeah、领什么了？领奖领回来。极速科技专营车用 3C 音响主机。
这个车真的没当舔嘛，真正哎，大哥讲的，这是七十岁啊，一波月纹哦，这是没什么好选的，我的妊娠纹都长出来了，你的妊娠纹，你不会有妊娠纹，我的肥胖纹都长出来了。